原标题林彪遗体尸首分离，四十年周年女婿俱祭拜，称明年运回国安葬。有这样一句诗：埋骨何须桑梓的，人生无处不青山。大意是人死后埋在哪里都行，不一定要葬在故乡，葬在哪都会成为青山的一部分。可是这句诗用在林彪元帅身上却不免令人伤感，因为他葬身国外，而且头骨被俄罗斯国家安全机构在保管，这在中国人的传统认识里是非常不好的下场。1976年9月13日，林彪等一共9人乘坐的3叉戟飞机在蒙古国温都尔汗附近坠毁，机上9人无一生还。在林彪等人坠机之后，中国迅速做出了反应，当时中国驻蒙古国的大使前往坠机的查勘，并拍摄了大量的照片，后来和蒙古国沟通，表示要把林彪等人带回国安葬，可是蒙古国却不同意。最终的安葬蒙古国的风俗，蒙古国提供了9口白木棺材用来收敛遗体，最后由士兵运到距离坠机的1公里处安葬，为林彪等人立了碑，背上放了卷飞机残骸做标记。不过随着40年过去了，当林彪的女婿和四大金刚的儿子来到了这里祭拜时，却看不见墓碑，也看不见飞机残骸，甚至连墓在哪里都很难确定。2011年9月，由黄永胜的儿子黄春光组织的这次40周年祭拜，一共是7个人参加了。他们7个人找许久，才发现一大片乱石，其他地方没有石头，这才确定此处就是林彪等人的墓地。9月13日这天，他们给林彪献花了，带去了一些祭品，有月饼和苹果各4个，还有1瓶茅台酒。7个人都鞠躬了，由黄春光念祭文，最后张清林打开了1瓶酒，绕着坟地撒了一圈。在林彪的坠机地有一块花岗岩做的青色石碑，上面写着913遇难者之墓，立碑时间是2008年，没有留下姓名。后来他们询问了很多人，都说不是自己立的，也不知道谁立的。后来他们一起在坠机的捡了一些飞机的残骸，装在了玻璃瓶带回。回到北京后，林彪的女婿张清林曾对媒体说，明年要把林彪、叶群等人的遗骨带回国安葬，并且还是希望能向俄罗斯要回林彪的头骨。此消息一出，很是令人震惊，就连黄春光也没有想到张清林会这样说。不过黄春光说，这个事情短期很难实现，后来此事就没有了下文。不过黄春光表示，他愿意支持，希望能有实现的一天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